嘣嘣嘣！哇，想不到会这样，想不到会这样，哈哈，好玩。晚上收集、至少我们知道火警有用。不过门自动上锁了，门自动上锁了。啊！有个枪啊！他几乎点都在意想不到的位置。明明就有枪，为什么平常不能用？他接近一些东西太近的时候，就会直接变战斗模式。谢降90246，还有 Longling Cat 732，刚才没有没看到的，突然之间车子又可以造了，原来有地方可以上去耶，还是那之后才行。基本训练中没有包含这个吗？玻璃乐高积木，还要靠鹰眼才行，这么难搞。这里竟然有一个人，哎，大哥啊，大哥，我也想帮你啊，可是我没办法，不好意思啊。有车子可以用了，还需要一些火力。需要一些火力。谢谢 Cool Thing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啊。干，按太快了。看到鬼，别急。哇，那个头跟身体直接分开，身手异处。这是我们最新的情报，希望有帮助。希望有帮助，不是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啊，没有用。打你这个枪好烂！哇，这符合标准吗？这样至少违反五条健康安全规则了吧？五条健康安全规则了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啊，那边有人啊，让我救个人啊！来看看这门有多坚固。来看看这门有多坚固。我是希尔，正在追击敌人，是否允许开火？重复，是否允许开火？
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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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
莫名其妙捡到一个那个收集，这个叫收集东西还蛮难的。有时候看到他在那边，可是去过来。哇，这乐高可以这样子跑，一定很开心。你所说戴帽子，嘿嘿嘿，我不知道怎么用这玩意儿。你不是外勤探员吗？哦，瞄准锁定，然后射击。哇，那个车都被开了一个洞了。哦，这么嗨啊！啊！这看起来很危险。哇，这个如果同时有二 B 就好了。突然觉得这游戏很需要两个人一起玩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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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那也不算乐高了吧？宇宙魔方被敌人夺走了，希儿。还有很多人在下面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生还。通知全员，我要所有未参与救援的人员都去追查那个手提箱的下落。收到。从现在起，战争开始。战争开始。哎，洛基之门又完成了一关。SLDKFJGH456 也出不了，29%。威廉探员又没做到，我有看到他，但是我救不到他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黑寡妇小姐，你终究会说的，卡嘉会想办法让你说话。我们需要你回来。开什么玩笑，我在工作。巴顿出事了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巴顿现在在哪？等你回来我再说明，但首先你得乐高屁股会那样咬。哎，大块头，我猜这里铁定被包围了吧？只有你跟我。你是谁？我是神盾局的代表，我们需要你协助。如果我拒绝呢？这个东西拥有足以毁灭地球的能量。
福瑞要我做什么？为了他吗？他发出的伽马讯号过于微弱，我们无法追踪。谢谢，而世界上没有人应该了解伽马辐射。只有你跟我是吧？我找到了一个，我找到了一个！救命！救命！这边都好了。剩下的就交给你。史塔克大厦即将成为自己洁净能源的指标。主人，神盾局的考森探员打电话。说我不在，我的确在外面。主人，他非常的坚持。强硬一点，老贾。能量保持稳定，应该吧？当然稳定，因为我亲自参与了。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身为天才是什么感觉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也许你该问问你的电弧反应呢。主人，你的电话，我的城市被人改写了。史塔克先生，我们得谈谈。哦，我家到处都是钱，小辣椒波兹。哦，我家也太爽了。你不接吗？可能是重要的事。菲尔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。菲尔，请称呼他探员。啊，接起来了。没有，抱歉。您现在看到的是东尼史塔克的立体影像，有事请留言。是急事，那就。突然之间剧情就被跳过了，我什么都没按。安全漏洞。史塔克先生，菲尔，请进，我们正在庆祝。你怎么叫他菲尔？这和复仇者有关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以为复仇者计划作废了，而且我还没资格参加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我一掌把我的头盔拍掉。这我不知道。我不当钢铁人啦、啊。为什么叫他菲尔？为什么？你竟然认识他？啊！恐怖情人。气死我了！可恶！可恶！真气！前往努巴尼阿拉尤巴巴拉瓦。尤巴巴拉瓦是哪里啊？那是 B-Boy Joy。啊，推错边，抱歉。我可以用小辣椒哎，靠小辣椒来推了，我相信你。我叫他菲尔，关你屁事！我把你家全部拆了，操你妈的，关你屁事！这个花花公子，你明明就只是叫做马克三十四号，你凭什么决定我的感情？干你妈的！哦，真，婆娘很凶哦，小心点。按住了，
为什么都要把东西拆一拆，然后再把它煮回去？这样你就会想要买了。气呀，气呀，恨呐、啊，可恶啊！哎，我斯塔克，必须尽快看完这些资料。正式咨询时间是每周四早上8点到下午5点，两周一次。这不是咨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，看吧。真的，他直接囊括了电影的一二版本，还不错。我今晚就搭飞机去华盛顿，你有功课要做，有很多功课要做。你有很多功课要做，就看三个人在荧幕上面跳舞这样子吗？可怜的史蒂夫·罗杰斯队长，过时之人。过时之人。他刚成为队长时，经历过这么多冒险，面对过这么强大的，谢谢 TTL 1990088。不知道未来对他而言有什么不同。总之，队长遇过许多古怪的对手，但从没有人像红骷髅和阿尼姆佐拉这么危险。幸好有佩吉卡特和他的好友巴奇巴恩斯帮他。该不会要去重现那个吧？是呢，呵呵。睡不着吗？精益求精。哇，他连那个肌肉都有画出来，好炫啊！这是乐高上面展现身材的方法，直接画在身体上。看看我，壮不壮？壮不壮？壮不壮？大家小心，突然来了一个黑人，然后一进来就乱开枪，小心啊！啊，受不了啦！哇，他一进来就痛扁队长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救不了他了，他队长都被揍死了。我靠，为什么要可以 PK 嘞？哇，这黑人不坏。S0936751737，他们不肯让我穿紧身衣。小心啊，托比昂，你旁边有个黑人啊，快痛扁你啊！这个一跑，可恶！哎，把 Kano 047，那个不能拿，我想拿那个篮球机哦。这个。他一枪把队长打死哎，来就不得是个 ，OK， 连打。耶，大成功！要小心啊，这个黑人有点发病了、啊。黄朝香了，
防止肥宅变得太吵。哎，右边有东西，好像拿，拿不到什么，就跳过去。上面有一个红色雕像，还有那个训练器，我找那个红色雕像跟训练器的位置。哎，谢谢 GG 七七八八九。对，时光飞逝，这里这里。每月几个？你是说你有几个每月的意思吗？八九，揍他！混！啊！哇！纠团拆家，还有一个这里，啊！救命啊！我感觉到还有很大的危险，我感觉到有很大的危险。等一会儿，我再好好跟你讨论这件事情。好，这边是谁啊？啊，这个李哥该怎么办？就这样不理他了。左拉博士，你觉得如何？哎，谢谢库里苏。真是杰作！好难念。发生什么事？美国队长，真令人兴奋呐！我们上去，上去。这是八级。那个回忆录。队长，就像你拍的电影一样。你跟你那些可悲的队友正好可以见识九头蛇的真正力量。真正力量。罗杰斯队长听到请回答。是地方听得到吗？你的无线电又坏了吗？希望你听到这个讯息。红骷髅非常危险。哎，你讲请谨慎行事。做事啊，八旗！八旗从北旗。啊！上面一转。够了！够了！在中间爽，还蛮开心的。实际测试你的新设计吧，博士。我倒要看看那个拿盾牌的小丑如何抵挡。如何抵挡？提示你在线上。启动炮台防御！哈哈，真来劲儿！呼！这下可好，史蒂夫，你那个盾牌毁掉之后，
小丑，我看到了未来，未来的人只有俯首称臣。只有俯首称臣。基本训练中没有包含这个吗？你要干嘛？爆炸了。总有个什么事情要做完，别这么沮丧，别这么沮丧。 K， 原来还有钩爪，下次可以跟我讲说八旗有钩爪。是我了。啊！又完了。战之已毕，别让他们看清九头蛇之名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就你知道没电了。熄灯了，伙伴。哎，巴拉那比啊！巴拉就巴拉！啊！他们接下来的表现会像样点，博士。我的耐心有限。我的耐心有限。假装自己是个普通士兵，其实你只是不敢承认我们已超越人类。我不像你，我以此为傲，毫无畏惧，毫无畏惧。叹息啊！哎，谢谢 Hip 九六三三六九。哦，这丢到他脸上。全部解决了，干得好，史蒂夫！干得好，史蒂夫！大炮是尖端科技吗，博士？的确是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史密特先生，我的计算绝不会出错，不可能有这种事，不可能有这种事。你是没办法阻止九头蛇的，队长，我们无所不在，无孔不入，等着看吧。看来左拉的玩具
具在你面前不堪一击，队长。现在我要看看你如何面对真正的挑战。这黑武士怎么这么来劲儿？想阻止布鲁克利安还可没那么简单。带路吧，队长。不用不用，先抄家。别担心，我们会想出办法。我超多把啦，不好。发起原本就这么有力啊！轰！这个不知道怎么拿。直接被定在原地射到死，不知道吧？我想我们该离开了。八旗做事啊，八旗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八旗，我在天上飞啊！八旗爆炸！好，赢了，赢了，堆尸大成功。上面那个到底怎么拿？拿不到，算了。带一个钩子，他原本设定就有。八旗快丢啊！舍密特先生，他们还追着我们，我们该离开了。不必担心，博士，九头蛇从不撤退。让我们看看大英雄美国队长如何招架这个。是蒂峰。如何招架这个？哎，该死。希望无线电现在恢复正常了。红骷髅应该离你的位置非常近，保不好你已经跟他对上了。绝绝绝绝！祝你好运。好险呐！我觉得红骷髅一定会后悔这么做。你太愚蠢了！我们将主宰未来，却选择不是低等生物。不是低等生物，干低等生物，打开呀、啊，拿不到啊！可恶的低等生物，还有拿不到了。啊！谢谢大家。帮忙打、啊、八旗，不行啊，八旗太北七了，很难指望他。哦，跳板，他丢了一个什么？我会陪你到最后一刻的，兄弟。
啊，兄弟，兄弟要跳楼了，兄弟。错过那扇窗就会像挡风玻璃上的虫子。快走吧，虫子。我叫麦卡利。好了，这次无线电一定能用。劳杰斯队长，听到请回答。还是不行，真令人失望。往列车的车头前进。阿尼姆佐拉这次休想逃跑。情报显示，阿尼姆佐拉。车厢，我们得先抓到他，才能找到红骷髅。哇，有有八级做事了，他已经把一个人打下去了。怎样子哦？啊！两个人突然都爆炸了，这游戏血量好少啊！这怎么过去啊？啊啊！八旗靠你啊！我说靠你啊，不是叫你做队长。八旗，原作重现啊，还没到。啊，八旗又原作重现了，奇怪，怎么还没到？还有，九头蛇从哪里找来这些家伙的？感到寡妇敌众了是吧？很好。嘣嘣。好险啊！毁掉这辆列车。队长，劝你还是及早放弃吧。啊，这个怎么玩？看不到，要多久？啊，要多久？啊，啊！八旗，八旗还在下面跳舞。哎，不是啊，开门啊！哇，九八旗碰不到哎、欸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建筑啦。哎，可不是人人都是超级士兵啊！拜托，帮个忙好吗？拜托，帮个忙好吗？哎！啊！又原作重现了。哎，为什么射一射滚下来啊？太诡异了吧！
我以为他说亚洲好戏、欸，他想说哇，我们志祥哥要跳舞了，原来是压轴好戏。哇，爆炸了！哦哦哦哦！只要你有人断牌，断牌，队长，队长，抱歉，是应该抱歉一下。队长，你要用一下你的盾牌啊，队长，你让大家都没得玩。哇哈哈哈！啊！我利用完我的盾牌了，很棒啊！原作失败，变成八旗复仇者。啊！好，稳，又过了。哦、这游戏其实也不是很无双嘞，你要一点一点的解谜，有这么一点难度。不过我觉得光是全程中配就很感动了。啊，八旗！八旗要飞走了。谢霆锋，我快抓不住了！救命啊！无所谓啊，反正我过不过去，你的结局都一样。不然我们冬兵要怎么出来？还在笑。撑住！啊！抓住我的手！八旗飞走。你是为了任务而来吗？没错，让我回归这个世界，是拯救世界。九头蛇的秘密武器。明天，九头蛇将称霸世界。站在女战神的翅膀上，站在女战神的翅膀上。当初该把她留在海底。铁轨九头蛇又过一关了，自由模式已解锁。开下冷气吧，我热。哇，没有解锁。发旗巴恩，美国队长经典。好啦，不想看。收集品都想搞他了，完全没看到过。叫他们控制自己，我会带他们打场光荣的战役。你的野心太渺小了。怎么又是托比啊？不是只有地球，是那广阔的宇宙魔方将揭露的世界。你还没取得宇宙魔方？你去发动战争吧。这是你要的东西吗？对，一元素蕴藏在陨石里，能形成反质子。这东西很难取得，尤其当神盾局知道你需要它时。尤其当神盾局需要你知道。我需要掩护。GYM， 有道馆哦。罗杰斯队长，这边请。有些人真的很想见到你，不过我已经见过你了。史蒂夫·罗杰斯，市民版本，体育馆版本。说真的，能见到你真是万分荣幸。哦，我看你很荣幸是吧？啊，我看你还没有
被我打过哦，有不容信啊！你是不是应该哇，不小心把他打的哦，血肉模糊，支离破碎，而且竟然有哇，竟然有那个哎、欸，自由探索模式哎、欸，画面上面一堆那个怪东西，啊、不好意思啊，借个车啊 ，U。我总有一天也要征收别人的车执行公务。耶，执行公务，大家小心，史蒂夫·罗杰斯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在执行公务，我要征收你的车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心小心，小心啊、哦！哦，这里哦。很小心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会盯着你超级英雄装零件的人，不要逼我开你罚单。是啊。好玩。不不不不不，我开车方法超麻烦哎、欸。J 是前进 ，K 是后退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被冷冻了，妈快100年了，不知道现在这种机器要怎么做。嘿，我是探员，我有视频证哦。好好。哎、欸，那是什么、啊？那兴趣啊。嗯、啊，叫斯塔克，谢谢 OUO741852020。哦，机械型角色才能够修复，而且一掌把那个车子踹飞。None。造船厂。哇，这个游戏原来还有那个。为什么前大伙们就等你们准备好了？哎、欸，夜魔侠、欸，哎，嗨。Hello。我在码头的朋友对我毁了他们的创业不太高兴，正打算要在擂台上解决我们之间的歧见。谢谢姆拉萨基，莫，是这样的，与我孤身人比起来，我很确定他们的人数绝对多更多，这通常不是问题。但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没道理不让你参与脚，要来吗？好、哦，打架。我明明是那个美国队长，但是我却没有盾牌。啊！那家伙刚才是不是朝我卖鬼脸？我听到你卖鬼脸发出的声音。看到。可以啊，虽然我没有盾牌，可是我也是超级士兵啊！快合体技！哦啊哦！有练过拳击吗？有啊，我在第一集个人电影就有在打拳击哦。打完了。好吧，希望这些家伙别期待司法系统会饶过他们。因为现在已经是司法正义了。抱歉，自从我行侠仗义以来，我总是开些双关语的玩笑。感谢支援。可以用夜魔侠了，谢谢大家。所以我可以去路上这样寻找其他的那个人，就可以开嘛。呜噗噗，小心哦、喔！新北市公车又来了。你老是撞见了。哦，我开车的路上会有那个嘞？超级英雄把房地产都买下来了，抢了报表。哦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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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哇，你那个敞篷的呢？没卖哦，是哦。哦，立马敞篷呢？加油加油！大家都有敞篷车，
很小心。对啊，想要开敞篷车啊。叭叭叭叭叭。来，看一下。好，因为都是用键盘，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回 line， 可以继续玩，好爽。哎，前面大哥小心啊 ！Police， 哦，他已经没有被超级英雄撞过哦。那我现在到底要干嘛？连那个市民讲一些废话都背一点，太好笑了吧！啊，我一定要在部落格里面写到。前往太空区域总处，帝国州立大学。我现在还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应该是跟着这个东西吧。希望可以骑个脚踏车，或者可以飞之类的。不要逼我开你罚单。哎呦，这么坏、啊！太气了！而且这边怎么有一个这个？叫我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的话，我发誓。哎，突然就要跑酷，冲啊！真来劲儿！滚！走开，走开！太远了吧！冲啊！跑好慢啊，我来不及啦！啊，干我跑了要死要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游戏有没有他妈地图之类的东西可以看？大哥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征收一下。我总有一天也要征收别人的车执行公务。我把我们的探员这样撵过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台车只能坐一个人，没有你的位置啊。哎呀，怎么没有那个剧情的那个？翻到这里没有那个、欸。东西可以拿，放我进去，放我进去。奇怪呢，放我进去啊！哇，那要用那种可以传送的角色才进得去。好，谢谢 IBKQ24， 我会升，我会升。我会把一切向律师说清楚。我会把一切向律师说清楚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这个免费让你变从一般小客车变成拉风敞篷车，免费服务。我还碾过一个人呢、欸。哎，我又碾过一个人，不好意思啊。很需要给一下代步英雄的委托人。好、哦。那边怎么有一个好像是谁啊？大哥，你是谁啊？颜色全都一样，这样怎么分得出来？真有道理。
哎，就像是份轻松差事。陆克凯奇，神盾局参领探员到曼哈顿残忍街道上实习，只不过某些自以为是英雄的死小鬼被我自行拖队了。这个怎么接啊？我要怎么找寻死小鬼？就算要花一整天当保姆，我干嘛不直接待在家里当就好？我是说照顾我的小孩。照顾死小孩啊！这种心情我也懂，我也很干。他们是说移动。伙伴们，天哪！现在这不是忘记如何握拳的时候，是把手指往内，还是往外扳呢？不是往外。扳个死！这些死小孩有顾虑，让你想找我们浩克自拍。哇！我把我的队友一掌拍死了，而且我保护的对象也死了。这游戏好血腥啊！我又把自己人，我连市民一起打烂了，抱歉啊，我那个香肠哎，死光了吧？多谢，不过情况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是啊，是啊，不要逼我开你罚单。这怎么好像还有一只啊？力量人先生，我把通讯器吞下去了，可以给我新的吗？力量人先生。这群神盾局小鬼头居然懂得防御，我居然被一片的超高飞，现在想回去加油站打工会不会太迟了？我看不出来哪一个才是敌人啊，这个吗？哇，应该是啊，我打倒他之后，他还给我一颗补血的。啊！哈！哇！我一掌把我的队友跟我的要救援的对象打翻了。啊哈！哇，他又翻了，他们一直喷补的、啊，我想那个是敌人没错啊。我们到这边后就没停过。哈哈哈！我绝对不会相信我靠你靠得这么近。哎，打完啦、啊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，你知道回报一下任务？小心点，玻璃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前面颜色全都一样？这样怎么分得出来？我要回来。所有人应该都到了，多谢出手相助。等到丹尼尔再大一点，我想这次追赶小鬼头会是个不错的练习，是吧？拿去，这是你的分。别担心，我会向神盾局索取超时工作的费用。好、啊，得到我们陆克凯吉了，他们都叫他力量人，其实不知道谁。好的，又可以去解主线了，有没有车可以借一下、啊？菜鸟，死菜鸟，干！死菜鸟。哇，提款机，是呀、啊。你把车子借开一下。就算我是超级士兵，跑起来是蛮累的。听到车子的声音，这游戏还不能够自由自在转方向、欸。这是什么？
啊！不会这么探远，很会。哦，探远就像开一个洞啊，不会啦、哦。不是啊，开是开了，进不去啊。原来开门是一回事，进去是一回事啊！哇，一条咸鱼！我看一下啊、哦、，Dino 六零九五七九五，他、啊、这个怎么办？这边看起来有东西可以用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触发任何。看起来可以用的东西。